因为之前大量的民众都无法度出国旅游，所以国内旅游是变作有限旅游市场最主要的位所。下半会也在全国各地推出合众设立行，总共有18条合众旅游路线，长六队有4条沿线。地方的协会社区模式公部门也先后投入社区设立行的规划，希望透过采集历史建筑、老人文内涵，把客家变作绿地寻土旅游的最大特色。开阔地1公里以内有5个省级古迹，有2个历史建筑，包括呀杨浦啦、河北杨浦池塘是差唔多。天顶建筑业行地架动六千多个行业杜风，堂顶历史建筑的故事，韩国标红十次写给彩天作家的先辈记忆。嘉东乡现在有众多的古迹，是客家族一点数不难的景点。我们希望讲用走读、细读、慢读的方式来衡量，衡量结果如果来好好来品味我们的嘉东，好好来品味我们的客家。今天真的是辛苦你们了，太阳又大啊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准备了一些小礼物给你们呐、啊。哇，想说给你们吃一下冰呐、啊，小煮解渴一下哦。头摆银行去到万万，强地足够解释分。不过万万的客总受理行，带点银行全面提防。让你头头日夜带点大家去到万万用的沿山公路，看那全台湾3000多位房地产。而银行厚厚的面色，提防的文化同年情谊。导览解说员啊，都都有安尼个使命讲，我一天出去银行是主。过后，我一定要俾啲个慢慢啊，啲咧农特产品，或啊啲咧人文或艺术啊 ，market 都可以，都本太紧要啲啊。不行，马带上。五九岁嘅用钱同生态一定相应，地方嘅职工每天起以微幅水准保护菜地嘅原生植物，而同水韩国环境保护好，安尼增强嘅动员好得了。毕竟可能沙基啊，还省发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又要兼顾到一个经济的脉络的发展。小旅行的用意都提啊，吼，比唔是很多人，但是伊个人来也来了，也唔是很多人品质嘛，过好，唔安尼，该插你该插啊，陆续有人引来，哦，啊沙基都慢慢会带动伊了。你好，去到五九水手里下，每周得参加微富水村韩国天厨我流中的体验游程。一种小旅行是强调运输，不但像是石同高天天，还做地天数为多，才地的生机。六地客家中有众多的特色，丰富的观光资源，因此有一道的生机团体，每隔一百观光土壤丰富。甚过爱岩石，还有疫情时代，国内旅行需求有按多样，才地敢准备好不？客家新闻综合报道。